大家好，刘大夫，谢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谈这个火山啊，那请大家包涵。好，那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是，所有红点，地球上的红点都是活火山，就是 active volcano。那一般的定义就是1万年内活动过的。我们今天呢会谈的是 Hawaii 第一个，在太平洋的中间，这个有两个 Kilauea、Mauna Loa。那第二个呢会谈的是 Saint Helens，在美国西部这里，就。这么多火山，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来讨论。好，那我现在请教大家，如果没有去过这两个的，请回答零；那有去过一个的，就写一；那去过两个的，就写二。我好像没有去过都没有去过那就写零啊。有很多都是你，哎呦，有几回写两个都去过，哇，那太厉害了！太厉害。对呀，那比我还熟。等一下就请他们分享一下。好，那我就继续。好。这两个火山呢，都很精彩。那请问，哪一个比较安全？来，请回答。有一二吗？一是就一个那个Hawaii。夏威夷是，我觉得夏威夷安全一点。对，夏威夷安全一点，圣海伦就危险了，哈哈。对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。好，那首先到夏威夷，这个在太平洋的中间啊，它哇，看不好意到，思，对，它整个火山岛链呢，呈这个飞镖的那个样子，那它有一个旋转，我们看右边这个图，那这个它有数字表示它年代，现在的 Hot Spot 在 Hawaii Big Island 的外海，叫 Lo'ihi，在海底下，那露出地面的呢，像 Kilauea。地年上就是零，因为它单位是百万年。那尼哈五啊，这个5.5就550万年，然后再往西北方向这个 Midway，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曾经在这边海战很精彩的。很多电影有演，也就是说越往西北方，年代越老。那甚至在这个4300万年前呢，这个有一个转折，它就是变成往北，也就是说那时候从6500万年到4200多万年。那个时候的板块移动方向是往北，现在呢是往西北方向。那从这个时间，除以距离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板块移动的速度，所以算出来大概一年，8公分，算很快。好，那带大家到夏威夷欣赏，
这个是书上的，我有一些 slide， 但是因为没有版权，不好放这边，所以我们就看书的比较保险一点。啊，他这个就是在夏威夷常常会看到岩浆这样子流动。那岩浆呢，它温度很高，好，那请问几度？来，请大家猜猜看。有800度，800。哈哈，或者更高啊？多少？哈哈，1000，还是1200？啊哈哈，越来越接近答案了。啊，再加200是1400。哎，很好很好，它最高大概1400啊，很好，下来谢谢。就是说啊，它虽然那么高的温度哦，它成分是，二氧化矽、氧化镁、氧化锂很多氧化物混合起来啊，但是呢，它流动可以像水一样，所以呢，它的景观如果在火山口那边。它甚至可以像喷泉，像 fountain， 就是你水看到的那种景象，在岩浆这边都可能看到。然后现在它流下来了，像 river， 那如果落差大的，像瀑布 waterfall， 那如果有低地低凹地区，它可以是一个湖泊。一个 lake， 他们叫 lava lake， 啊、哦，严格讲，喷出地表面我们叫 lava flow， 那在地底下叫 magma， 啊，不过我习惯，比较讲岩浆，好像感觉比较那个，但是学术上，他们是要求说，地面上的就熔岩流，啊、哦、lava flow， 那。地底下的才能够称为 magma， 那它们差在什么地方？因为 magma 一露出地表面，它里面的气体就散失很多了。好，那回到这个水跟岩浆的对比，所以啊，就是非常的壮观，因为在夏威夷这个。它岩浆竟然呢、啊、可以这样子呈现出来，所以马克吐温旅游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很赞叹，他说啊，全世界有两个可以让你发挥刺激你想象力的地方，啊，一个就是夏威夷，啊，第二个是 Mississippi River， 那当时他没有，其实没有环游世界，大概。所以他以他的这个见解，他认为这两个地方是非常的壮观的，所以很值得大家去夏威夷玩。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岩浆河或是熔岩流河，它颜色不一样，有橘色的，啊，也有黑的，请问是为什么？黑的是，已经冷却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对它因为冷却的关系啊、哦，变成一个壳，所以它颜色深啊、温度下降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，那这个岩浆从什么地方来呢？那就有一个理论叫做热点理论。就是，地球上，在这个地核 core 跟地寒 mantle 的交界，有些地方温度特别高，这个有点像我们吃火锅，有些热点，啊，那个那边的温度，水，特地从那边浮上来一样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一个锅子。
里面总是有一些地方温度比较高。那地球上呢，这种热点大概六十几个。那第一个被发现的就是夏威夷。这边温度特别高的关系啊，它就会往上移动，啊，这个称为 plume。这个热流往上移动到这个地寒啊，不，对不起，板块，lithosphere 啊，就岩石圈底下，它开始熔融。那熔融的是橄榄岩 ,peridotite。peridotite 熔出来的就是玄武岩 ,basalt。那basaltic magma 呢就一路往上凿然后喷发。啊，因为板块的移动，所以呢这个岩浆库的来源就会变少或甚至没有了。移到这边它就岩浆慢慢用尽，所以就变成死火山。那热点上的那个呢就是活火山。因此造成夏威夷岛链。好，那这个是台湾的标本啊，橄榄岩 peridotite 呢是这个，就是我们看到结晶的，它的矿物呢，它有橄榄石 olivine， 然后也有灰石啊，就 olivine 是比较黄色的，它但就是稍微风化了，它应该。是绿色的啊，但是因为风化的关系变黄了。那绿的呢，深绿的和黑的都是灰石，都是 pyroxene。这一个橄榄岩呢，熔融就生成外面这黑色的这个玄武岩啊，这岩浆冷却以后就变成玄武岩。刘教授，刘教授，刚才就是有些答案说，的温度，有些人说有2000度，有些说大概1800啊的温度，所以说应该是没有那么高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大概1200到1400是吧？1200到1400，对，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它有就是。他就说刚才你前一张那个图片那个 plume， 他就说这一张这 plume 就是为什么经过那个 lithosphere 那个岩石板块，它会就是推那个板块到旁边呢，就是那个移动是往就是或者是北，或者西北，哈。往左移动。那这个 play 的移动啊，是因为底下。为什么它不向右边呢？它只是往左边呢？对对对，它的移动方向是根据 xenosphere，就是 lithosphere 底下就是 xenosphere。Xenosphere 有一个 convection， 有一个热对流，看热对流方向。那基本上其实，这个的话就是右边有中央极，那左边会隐没这样子。有，因为就是会员也就是答案就是 convection 是那 assembly 那个。有 connection， 这对流 对， 好，就是说刚才是你讲，就是说 lithosphere 底下是 xenosphere， 那 xenosphere 那边有 convection， 有热对流啊，会带动这个 lithosphere 或我们说 plate 移动这样子。好，
刚才就是你讲那个热岩石，在上一张那个岩石，那个 pyritotite 那个橄榄岩，就是所以跟那 basalt 是它是共生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共生，但是这个标本是两个一起。对对对，这个是我们在地面捡到的。那橄榄岩这个是深层岩，因为它颗粒很大，表示它是在地底下生成。一般像这个大概几十公里。那这个玄武岩呢，它是冷却的，是火山岩 volcanics。是岩浆喷出地表以后急速冷却，所以颗粒很细，甚至看不到。那它们怎么在一起呢？因为如果这个橄榄岩在地底下60公里，这个岩浆从80公里来，然后把它带上来，喷发到地表面，那被我捡到了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，明白。好，那我们借这个图，不讲这个图是讲，海洋地壳的剖面 ophiolite， 我们不讲这个 ophiolite， 我们借它的图，看这个 pyritotite 在薄片底下，就是说我们刚刚讲，橄榄石 olivine。还有 pyroxene， 那它的熔融呢，它其实是从它们的边界，往往是熔两个，就是玄武岩就是橄榄石 olivine 熔一些 pyroxene 熔一些贡献出来，然后生成玄武岩玄武岩质的岩浆喷发。我们说 pyritotite 呢是 ultrabasic， 是二氧化系比较低的。那玄武岩是 basic， 好，就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超基性的岩石熔融出来的岩浆是基性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所以，我问的是，在夏威夷我们是可以看到整套这个岩石吗 ？Ophiolite 还有跟其他的 pyritite、gabbro 那些，还是说这个 sections 这个只是借其他的地方就是看出来？我们看不到 ophiolite suite。我是借这个图介绍这个 pyritotite 的 thin section。那在夏威夷是可以捡到 pyritotite， 可以捡到 basalt 这样子。OK， 好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继续。好，因此呢，有这个岩浆的生成，那它从底下，我们一般讲 lithosphere， 像在这边大概80公里厚，如果在古地盾大概250公里，如果一般的板块厚度大概100公里厚，岩浆呢刚开始就是trace， 就是非常少这样子跑，往上跑，因为它从固体融成液体，温度上升，所以它密度下降，岩浆呢就会比周围的固体密度要小，
它就要往上跑。那跑到某个地方啊，它就会，聚集累积哦，就，空间比较大的地方，就变成岩浆库。那这个岩浆库啊，往上还有可能很多个岩浆库。然后像夏威夷最接近地表的岩浆库，大概3公里深。啊，他们用地球物理的仪器，就像 baby， 还没有出生怀孕的 baby， 我们用超音波看 baby 的样子。那这个岩浆库呢，它的岩浆也是一样，就是待一阵子，如果往上冲的力量够大，把岩层破坏掉，啊，它就会有往上走的现象啊，就会生成很多种惨状。那我们这个就不一一讲。在夏威夷啊，最高的是马拉多啊，4200公尺。但是呢，它的这个是从海平面讲，那海底呢？海底5500公尺，所以啊，它这个山哦是9700公尺，就非常的高。岩浆从海底慢慢累积啊，要大概200万年才堆到海平面，啊，在100万年，堆最高到4200公尺。那火山喷发，它就有很多产物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lava flow， 熔岩流，然后呢，它会有一些碎屑流，就是之前的火成岩破碎了以后，变成碎屑流，那甚至下雨雨水混合的这一些岩屑还有火山灰形成这个喇哈，这个在印尼常造成很大的灾害。那其他呢，常常会有 volcanic bomb， 就像像火山弹，因为它喷发的时候啊，可能还是岩浆，那跟着气体这样流动啊，它就会形成甚至很标准双尖的，就尾巴是尖尖的这样子的火山弹。那当然也有火山灰，然后山斑啊，地下水因为加热的关系就有喷气口，有温泉等等，这个火山的现象。好，那这个是哈利猫猫，就在博物馆的旁边啊，它宽大概800多公尺。那从刚那个火山口啊，这个是步道，就可以走到那个火山口旁边。啊，当时呢，这一颗这个火山弹，这个大概高1.2米，就从后面那个火山口飞过来，所以可见这个火山喷发的力量非常的大。这是我在90年到那边晚上了，所以捞岩浆。那这个呢，虽然你看其实这个熔岩流表面看起来是已经凝固了，但是呢，我把树枝放进去，它就烧起来。像我脚踩的温度大概300度，那那边的话就是里面呢、大概就1000度。哦，我们刚刚说那个熔岩流这样流下来，大概1200到1400。所以啊，到夏威夷，你要到这种熔岩流流动的地方哦，最好是要请专家带你，自己不能乱跑啊，因为
你看以这个现场来看，你以为这个是已经冷却了，你踩上去的话人会掉下去啊，底下是还是软的，还没有固化。那他们固化以后有哪些熔岩呢？啊，第一个是绳状熔岩 ，Pahoehoe，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，像麻绳一样，或像绳子一样，或像麻花一样，它这个熔岩流啊，当时是这样子流动，然后因为热对流的关系，表面固化了，里面还在翻滚，带动外壳形成这个麻花状。不晓得香港有没有麻花要吃的那个麻花，嗯哼，不然就绳子麻绳啊，像这也是一样，哎，它就是表面很光滑，啊，流动性很好，哎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这个是 Patty 的头发。夏威夷人呢称这个火山绳叫 Patty。那如果有这种很细的，就是熔岩流流动的时候啊，因为气体跑掉啊，顺便把这个lava 抽丝啊，就形成这个样子。他们叫Patty 的头发。那如果有像泪滴状的，那叫 Patty's 的眼泪。哦，就啊，其实啊，在古时候，当火山神震怒，火山喷发，那原住民非常的恐怖。怎么办？那要献祭，要祭神。听说啊，会选村里面漂亮的女生，然后很残忍的，哎，送到火山口这样子。好，第二种呢是阿尔熔岩，就是这个粗糙的，相对于左边这个是光滑的，哎，这个是 Pahoehoe， 那右边呢这个就比较粗糙。这个就是第二种熔岩 lava。 好，因此呢整个夏威夷就这样形成啊，就是热点在这边，那板块运动的关系造成这个一系列的火山岛。好，那这是最后就讲到这个神话。夏威夷基本上有这几个岛，从一大概排到七。那夏威夷人认为啊，这个火山是 Patty 啊，他有一个姐姐叫卡哈伊啊。当时啊，这个神话因为啊，小说家在那边游山玩水。他看到啊，七这个地形历尽沧桑，因为他早生成，这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，但是当时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看那个山的样子历尽沧桑，就是被风化侵蚀的很厉害，所以啊，但是呢，相对于一这个新生的火山岛，它就非常锐利。地形上非常锐利，所以他们神话怎么讲？他说啊，当时 Patty 和他姐姐是住火山岛七，然后 Patty 家暴，那 Patty 受不了，他姐姐对 Patty 家暴， Patty 受不了，离家出走，跑到六，啊，姐姐又追过来了。就 Patty 一路跑54321，现在呢 Patty 在一，那他姐姐在二，这样子。那这个神话我们现在来看就是非常的
赞叹哦，就因为我们现在定年才知道说七最老，一最年轻，啊，结果这个神话跟这个定年结果不吻而合。好，那这个大概就是简单介绍夏威夷的部分。那，第二个我们要进入圣海龙火山。那就在这里，之前西海岸，美国的西海岸。好，这个是它喷发之前的样貌，很漂亮，完全看不出来它凶恶的样子。那它的环境是什么呢？它的板块环境是隐没的，也就是一个板块隐没到下方，温度越来越高，石头开始熔融，那就往上走，然后经过地层往上喷发，这样。这个是它喷发的情形。那请问火山爆发可不可以预测？来，请回答。很难，很难。那不知道伙伴们回答的可或不可，投票表决。我没有看到。他们没有回答。有人说，可以，可以预测。是很好很好，可以预测，对，这个圣海龙火山呢，大概三月的时候就有活动了，甚至官方啊还要居民撤退，但是居民离家那么久，比如说四月，等得不耐烦了，就要坚持回去看。所以这个挡不住，要他们签名切结，出事了不管。啊，最后到五月，终于要喷发了。但是呢，越紧张，官方越讲不要去哦，结果去的人反而更多。因为大家都想看这个，这么难得一见的景观。所以那它的危险性在哪里呢？我们就算知道它要爆发，但是呢它这个山呢会往哪边爆不知道。我们现在看这个图，当然知道往右边啊，但是当时可能这个山的四周围都围很多人，那往在右边的就惨，因此这样造成很多伤亡。那甚至其中还有一位老先生 Truman， 他七十几岁了，那消防队啊到他家劝他说，拜托，火山就要爆发了，赶快跟我们走。这个 Truman 他不要，他说他跟这个火山呢已经相处七十几年了，他不相信这个火山会把它摧毁，会毁灭它，所以他留下来。消防队员也尊重他的意思，在这一次就不幸丧生。好，这个是圣海伦火山的喷发过程啊，大概8:27早上，这边就有一些活动，然后呢再来就往上甚至侧边这个吐石火山碎屑流然后更大，这个更大的它还没有拍到，可能再下一张对。那请问这个火山灰可以冲多高？世界纪录，我们单位用公里，10公里，请打数字。10公里，好，这个最高大概5-60公里，
五六十哦，对对对，就从火山口渗出来的，对对对，往上，对，你看它这个威力有多大？它喷出来啊，就像那个，花菜 cauliflower， 就是一朵一朵的哦。它这个一朵，然后在底后面又冒出一朵，一直这样冲上去，哦，这个力量不得了。那请问，为什么夏威夷没有这样子，圣海伦会这样子？这个有一点难。那个岩浆成分不一样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很好很好。圣海伦这个是安山岩质岩浆 ，andesite 啊 ，andesitic magma。对对对，夏威夷，对，他们也有答案是不同的化学成分，不同的成分，对。哎，很好很好，专家专家，对对对。我们简称安山岩 andesite 玄武岩 basalt， 对，那细讲就是他们的化学成分，比如说第一个 SiO2， 那 andesite 比较高 ，basalt 比较低，但是呢，其实最重要的关键，来，请问在哪里？就是。我们讲 SiO2 MgO 啊，那个其实还没有那么重要，就是造成它这么火爆的。我们讲人呢、啊、是个性啊，这个火山呢，什么因素，就是什么成分好了，就岩浆里面有什么成分让它这么火爆？哦，就气体。对对对对，飞花的气体啊，对对，有答案是这样啊。哦哇，优秀，这位伙伴优秀，就是他的，我们在隐没带，刚刚有那个隐没带的图啊，他甚至哦会带水下去，或者是含水矿物带下去，因此呢，这种隐没带的岩浆，它含水量比较高。夏威夷那个从地壳地寒来的，哎，岩浆含水量比较少，比如说 0.5%,1%, 啊，安山岩这个呢 ,2%,5%, 啊，虽然呢听起来这个量很少，但是恐怖的是什么？恐怖的是我们想象各位游泳池底下潜水，你吐一口气，啊，这个气泡浮上水面会越来怎么样？越来越快，越大，越来越体积越大。因为压力，水压大的时候，这一口气体积小，啊，但是呢，减压。往上面走，减压，它体积会变大，压力跟体积成反比。所以哦，现在我们讲岩浆在100公里深层，它含水量可能 2%， 但是呢，这个气体啊，它一直在减压，那体积一直在增加，所以啊，它到喷发的时候就不得了，像 St. Helens 可能20几公里，那有的超大的火山50-60公里，那我们知道平流层大概几公里？10公里，就是我们10公里、哦。我们各位坐国际航线的飞机啊，飞那个平流层大概10公里。所以啊，这些火山灰它会顺着平流层绕着地球跑。以这个皮纳图博来讲，它绕了一圈啊，那像
Tembora 这个印尼的，它这个火山灰一覆盖地球啊，造成地球隔年哦没有夏天，就是美国的夏天，本来德州是应该热死人的，哦，就那个气温42°C 的，结果它下霜。那非洲呢？非洲怎么办？非洲就饥荒了。所以各位如果有做期货，顺便讲一下，万一哪天有超级大的火山爆发，那赶快买粮食，因为这个粮价会涨啊。明年就欠收了，农作物因为气温下降，啊，它把这个太阳能呢遮掉了一些。气温会下降。好，那请大家猜猜看，这个火山圣海伦火山喷完，我们刚刚看那个山头啊，覆盖白雪很漂亮。请问，喷完了，那个头不见了啊？请大家发挥想象力猜猜看，多少公尺？就这个山头，就是那个高度变低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是可能是变得小了，300米，可能是300。那伙伴们还有没有猜？还没有猜出来啊！这个是看是哪一边，看右边是可能塔的比较厉害，是吧？我们看颈部，颈部，看颈部，啊，对对对，看颈部，可能应该有1000米，这有没有？哎，对对对，会长厉害，1200。有人也猜1000，他可能知道，对对对，他大概1200公尺，就是1200，对，1200公尺，这个山头不见了。啊，这个凹的地方还不算，我想请问，这个圣海伦跟那个印尼的那个火山，就是什么 Toba 是吧？那个是算这个圣海伦是算第几位？那个印尼是比较大，是那个是可能是第一、第二的那个包括是不是？你说规模吗？对，规模，对，规模，对，印尼那个比较大 ，Tembora、克拉卡多啊，不过两个都环境都是一样，都是隐没带的环境。是，好，谢谢。所以才会这么剧烈啊。那这些火山灰当时啊，它是吹西风。这个是 Washington State， 那这些火山碎屑或是火山灰就这样子往东吹送。我们看这个 scale 这样300公里，所以啊，这个火山灰可以吹到600公里外，这样子，Montana 都有，非常恐怖。这个在 Pinatubo 就菲律宾那次的爆发，他们就也深深体会啊，因为菲律宾这个 Pinatubo 喷发的时候啊，美军他有一个海军基地苏比克，然后有一个空军基地 Clark 都撤退了。这个在冷战时期啊，他不怕苏联，不怕中共，他没有撤退，但是呢，被皮纳图波打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火山灰如果跑进这个战机的引擎，那战机就毁了。如果飞行中的就会爆炸，所以难怪这个冰岛火山爆发的时候，欧洲航班大乱，
全部要回避，哦，因为火山灰又细，啊，但是呢，它飘到哪里，啊，这个要去要画出那个红色区域，因此航班大乱。好，哦，那这一位法国火山专家，他是到处有火山爆发，他就跟他的先生，两位都是火山专家，就跑去，这个是在日本，他观察这个火山弹，你看火山弹这么大，它有的像电视机那样大，可以飞一公里。在云仙火山爆发那一次，这一位女士和她先生很不幸的就过世了，很可惜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火山的产物，就是，刚刚是火山弹，那这个是火山碎屑，然后呢，甚至磷灰岩、火山灰啦，甚至有那种熔岩，它掉下来被地层压扁了，这样。我们香港有这个差不多的岩石。哦，也是磷灰岩。对，这个是在香港岛那边亚利洲，我们是有一地方说是亚利洲。哦，好。海洋公园那边。哦，好，那精彩。哦，这个是云仙火山的爆发，就是当时也是一样，就知道它要爆发了，但是不知道在哪边。所以你看消防队、消防车、消防队也不知道它会往这边喷，当然观光客更不知道。就是官方已经禁止进去了，但是就是有那观光客很喜欢看，这一次就从这边，这样喷过来，所以他们现在是在跑，不知道，不知道成功或是失败。好，那这两个火山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。就是热点式的，这个是我以夏威夷做代表啊，那岛弧式的呢，我们就用圣海伦火山代表。那挥发物就是 volatile， 就岩浆里面的 volatile， 玄武岩的、夏威夷的很少。所以啊，它不会像圣海伦那样子猛爆型，可以冲到几十公里高，然后往东飞到600公里远。岩浆温度呢，夏威夷的比较高，大概高达1400。那因为玄武岩子，它安山岩子大概最高1300，一般是1200，因此呢，他们的喷发形式就不一样。夏威夷的很温和，相对的，你只要不要被岩浆烫到就好了。所以夏威夷火山爆发，往夏威夷就大岛的飞机是客满，不像一般哪边火山爆发全部撤退。往外的飞机客满，但是夏威夷相反，那圣海伦的，你看就包括整个环太平洋的火环，或是印尼，反正以末代的都是这种爆发性的，都是要赶快跑。那以皮拿托布来讲呢，刚开始宣布30公里内范围撤退，后来就60公里。就你看空军基地、海军基地全部撤退。好，那岩浆成分呢，夏威夷的是 basic， 那这个圣海伦的是intermediate。 那
环境不一样，夏威夷的是在板块内部，板块里面，岛湖的这个就是在板块边缘，板块边缘呢，因为隐没的关系，哦，就，成分非常的复杂，水量也比较多。刘教授，那个有人问，就是那个岩浆那个流动，我就说那个夏威夷它流动的速度最快是多少？60公里，每小时60公里、就像就是街上的汽车，你跑不过它，但是你跳到旁边就安全了。它是宽度是不大是吧？对，宽度不大，因为它总是往下流。就因为地形上很难得说一个平坦的地方让它这样流，它一定会集中到比较低的地方。所以你只要赶快跑到边边，它流动的速度呢，受一些因素影响，一个是地形的波度角度越大，流得越快，像瀑布，由上往下，这样子，那个超快的。再来就温度，它温度越下降，它越黏，就越流不动。然后含水量，等等这样子，或者它岩浆成分，都会影响它的流动性。那在那个夏威夷有没有那个岩浆的隧道？就是空的隧道哈？有多大呢？就是大概高5-6公尺。这个熔岩流隧道 Lama Tube 它怎么生成呢？因为它在河谷里面哦，这岩浆流动，那外壳先冷却，因此啊形成一个就像我们水管一样，外面变成塑胶管，就外面岩浆冷却成 Lama， 那里面的 Lama Flow 还在流。所以最后岩浆没有了，它流空了，就留下一个lava tube， 就一根管子。这个管子啊，各位如果去玩，它有一个 first stone lava tube， 那个大概好几公里，就是你从山腰走进去，然后走出来就到接近山脚下这样子。我刚刚是讲一根管子啊，其实它可以很多管子，就熔岩流这样流啊，堆个3根5根哦，最后承受不了，整个垮下来。所以它可能在低的，就是河谷那个地方就有那个岩浆流动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就是。对对对，外壳是冷却比较快哈，对对，这样好，谢谢。因为河谷比大家想象那个 V 字形，它岩浆这样流下来，它的壳表面，然后接触地面的部分先冷却，那中间的岩浆还继续流，所以它就不会像我们一般想象，整个就变成。岩石啊，所以现在对不起，我想知道，就是现在 St. Helens 是岛湖，所以跟台湾的那个岛湖是海岸山脉是一样是那个情形吗？对对对对，我们的海岸山脉就是吕宋岛湖的延伸就也属于环太平洋的火环。谢谢谢谢。好，
那最后啊，请问大家，这个我们知道火山，爆发可以预测。那请大家想象，就猜猜看，有哪些征兆可以预测？啊，有一个提示，就是如果你有陪人家生过小孩子，或是看人家怀孕生小孩，来对比。啊，你那个岩浆其实就像 baby 这样子。好，那来，请问有哪些征兆？就这个女生她怀孕生小孩有什么过程？按岩浆火山爆发就可以对比起来。来，第一个，有人讲说是那个地震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这个大小或者是那频率，很好。啊，不过这个是要生那个时候，但是哦，各位陪人家生小孩就知道了，你跑去医生那边，医生跟你说还早，那医生会教你怎么判断。就是做记录，晚一点才来，不是晚一点、啊，做记录。就是你第一次痛，啊，第二次痛，第三次痛，有没有规律性？乱痛的那个不是，那个是假性阵痛，要规律的。啊，然后间隔呢？间隔。越来越密嘛，那个间隔，对对对对，间隔是越来越正。会长很有经验啊。没有，我没有没看过。有人的答案就是有，就是我们的会员或者有答案就是说，可能是山的形态有那个变形。对对对对，有变形。对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一个就怀孕了。体型会，稍微变，当然有些女生好像变得比较小啊，跟火山其实也一样，有些火山它就变得比较变形比较小。这个我们用这个 LIDAR 哈、啊，就去测看看它地形变化，啊，等于我们体型怀孕的女生体型的变化。啊，刚刚讲地震就是这样子，就女生生小孩是阵痛，那要看它的规律性。啊，地震呢？大地的阵痛，地震，它也是哦。就是这个岩浆在动的时候啊，它不像应力的作用，它是热膨胀的那种。啊，它规模比较小，一般小于二。像最近冰岛，好几万次。就大家就开始又紧张了。今天的新闻，就说它刚开始都是那种规模小的，啊，岩浆在蠕动，然后这个规模不大，啊，它又不像那种应力，就是挤压啦或什么，逆断层、正断层等等，哦，它这个通常是正断层。因为热膨胀，啊，最后当然有时候会来个大的四五规模这样子，就火山爆发。啊，最后当然还有洋水，那火山的爆发就是火山气体，哦，最好用的应该是流气啊，哦，就是你侦测流气，就可以预测什么时候会火山爆发。好，哦，这个是答案，呵呵，啊，就是它倾斜，然后地震等等，啊，这个动物感知这个就很难讲了，这个我们毕竟对动物还不是很了解。但是你刚才讲那个 St. Helen 的时候说三月份就是已经有 warning， 但是
五月才报嘛，对，所以那个时间点还是很难，就是把握，就是也是说各方向也是很难把握，就是。对，但是这个话说40年前呢、啊，它是1980年，对，就是40年前对火山不了解，就仪器设备，三月已经有动静了，啊，但是现在的话，像皮拉图博呢，它是侦测最后一批撤退的人是观测站的人，大概30个。就是你观测站太早撤退会被笑啊，就是，你是专家怎么老早就跑掉了啊？但是太晚撤退也不行，会闹人命的、啊，哎，所以那一次他们撤退哦，是撤退的时候啊，那个开车子啊，天色白天已经变黑夜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火山灰把太阳光遮掉了，那个火山灰是掉在他们的这个挡风玻璃，他用雨刷这样用 wiper， 然后开眼灯啊这样冲出来，那个火山灰哦，就经过这个车门的那个缝，这样子渗透进来，那些人有的吓得。回来以后啊，半夜做噩梦，半夜惊醒，然后特别去心理辅导，就是经过大概半年的辅导才慢慢恢复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比以前精进了，就是不管是仪器，像要测两规模二以下的仪器啊、哦，那个要。比较灵敏，而且要分布的比较多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皮拉图博那一次预测的很准，云仙这一次也是预测的很准，只是不知道它会往哪边喷，往东南西北喷不知道。有人问，就是说动物有感知，它会逃。好忙是多久前会有感知啊？什么时候他逃了？还是跟着他们跑？还是这个就像地震一样，就是有一些蛇啦或者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科学性比较没办法参考啊，上面的四个。比较明确。也有其他人问，就是为什么台湾就是没有火山的爆发？台湾目前呢、哦，两个活火山，一个是龟山岛，一个是大屯山，就阳明山。那还没有爆发，我们现在也很怕，就是，判断他们都是，比如说大屯火山5000年前曾经动过，就是有那个火山灰的记录。那龟山岛大概2000-3000年前，就是距离现在都很远，所以，目前知道的是这两个火山，但是还好。都没有喷发，因为尤其是大屯山，在大台北地区啊、哦，这个政治经济的重心又这么多人，所以他如果喷发，那就要赶快，那就要撤退。对，你也住在台北，应该是没有问题是吧？所以现在没有监测了是吧？那个大屯火山，我有量过距离，我距离它20公里，所以政府宣布30公里内撤退，我就要赶快跑。那火山爆发的撤退比地震好一些了，就时间上很充裕，然后
也没有那么，它喷的时候你再跑都可以啊，就像那个观测站的人，他们火山灰在追他们啊，好。那不知伙伴还有没有问问题？还没有看到新的问题啊。好，那谢谢大家。这个是最后哦，我们还有是对对对，这个吧？应该那最个后了。对对对。啊，好，谢谢刘教授好，啊，不客气，谢谢大家。